那你怎么去连接这个网关第二代 ？OK， 首先呢，打开你们的 location， 连接 WiFi， 1.12.4G 的，假如没有显示 5G， 就是 2.4G 的 WiFi 咯。然后连接好了 2.4， 打开你们的 Mi Home， 在 Profile 这里，这个 Profile Setting Chinese Mainland， 做好了这个设备。然后就去 Mi Home 添加设备 ，OK， 然后做 Reset 先，然后这个灯必须要是闪灯的，后面有一个 Reset button， 按着99按到它闪灯为止，大概是10秒、15秒这样子 ，OK， 它就闪灯了，松开手。加设备，它会弹出来了。OK， 记得下面一定要有设备先，然后按 Next。你要 connect WiFi 的或者是 LAN cable 的，现在我们 connect WiFi， Next。检查一下是不是家里的 WiFi name 还有 WiFi password 必须要是正确， and Next。成功，连接成功。OK， 正常使用。